星星碰撞，拥抱给出火花，再到看第二眼的你最特别路人甲。也许地心引力让平行线交叉，两颗心不自觉把防备卸下。你是蝴蝶轻盈在飞翔，却掀起我心里面整片海洋。心愿却变化，纠结错了，珍惜，欢迎你来笑纳。看过世界，才了解世界之大。那些放不下，遇见你都被放下。多喧哗，你一笑就是艳阳，我认定爱，认定你就是心。网上那些恶评，咱策划一谁是第一个发现的？我呀，老大，我第一发现的呀。你第一个发现的，为什么没第一时间通知我呢？我给你打电话了，没信号。没信号，你可以给我发微信的。黄一然不是发了吗？我让他发的。哦，我就当是你让他发的。可你自己为什么不发呀？啊，就因为这不是好事儿，报喜的事儿你来报一个事儿别人上，你当你是报喜鸟呢？不是老大，我不是什么不是啊？你平时发朋友圈，一回一条心灵鸡汤，一回一条成功学的啊，关键时刻你不发了？不是，您怎么知道我？我不该知道对吗？因为你把我屏蔽了，多简单呢！我单独注册一个账号，随便挂一美女头像，微信摇一摇你就把我加上了，还恬不知耻的问我说美女约吗？不约。面子，这会儿知道要面子，幸亏黄依然及时通知我，要不然老刚问我的时候，我一问三不知，我这张脸往哪放？老头啊，这小子这个月归你领导，所有的脏活累活都让他干。不是，黄依然，过来一下。嗯，师傅，茂哥，不是王总。把电脑打开，赶紧统计一下网上的恶评。好。这是有人雇了水军了。不了。你今儿报信有功啊。谢王子。不过呢，因为你昨天晚上夜不归宿，功过相抵。哦。你最近是不是赚外快了？我最近哪有时间赚外快啊？我不是上班就是回到工作室做未婚指婚纱，我哪来的时间啊？那不挣外快，你哪来钱穿金戴银的？穿金？嗯。哦，你说这个啊？虽然送我的啊。不是他无缘无故送你这个干嘛呀？朋友之间互送礼物也很正常，我中午才给他生日礼物的。你中午见他去了？对啊，哎，但我用的是午休时间，我没有耽误工作。我说的话你就当耳旁风听不进去啊？你是说过，但我没答应啊。我为什么不能跟我朋友来往？车轱辘话我就不来回说了，总之这香儿它就不是什么好鸟啊。总之你没有说出充分理由之前呢，我是不会停止跟他当朋友的。好，那不讨论这个事儿了，就说说你给萧然的礼物吧，是台电脑。
你怎么知道的？你甭管我怎么知道，我觉得你们俩这关系不对，知道吗？这么送来送去，一年以后他就该送你房，你就该送他车了。你们俩是不是该结婚了呀？啊！我们男未婚女未嫁，我们就算结婚也不犯法。自甘堕落！你身为上司，你怎么这样说话的？我在跟你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就不是你的上司，我是你的朋友和家人，你知道吗？我是希望能够给你传递一些社会经验。不是我说你转够了吗？转完了，我回去工作啊。别急，还有半圈。哎，好了。行，我承认，你现在是我领导，行吧？你想让我叫你什么？你说吧。哦，对啊。那什么，你叫我司令呗。什么？司令？啊？不是你有病吧，大哥？啊？大头，你知道咱俩区别在哪儿吗？不知道。咱俩的区别啊，就是我用正常人的角度思考问题，好吗？哎，你干嘛去？不是，你还要干嘛呀？这桶水放地下半天了，你都不知道换上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不会。茂哥，茂哥，你是我司令啊，我搬，我搬。快点，往那边。你怎么就那么轴呢？我这叫做原则，好不好？而且啊，就算校园上你讲那么不好，只要没有影响到工作跟别人的生活，你就没有权利干涉我。他影响到了我的生活。他怎么影响到你了？我想到他就来气。哎，王总，你讲点道理好不好？像我觉得这儿很无辜哎。他无辜？拜托，咱俩刚才聊得好好的，是不是？一提到他，咱俩吵起来了，你还能说他无辜吗？啊？王总，我们刚刚才在网络上被人诬陷，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吵这个啊？哎，你看，因为他，我把这么大的事儿都给忘了，就是个祸害。哎，你帮我记着点，一会儿通知策划一的人会议室。我现在就去。我说的是一会儿。你把这手链给我摘了，行不行？我怎么看我怎么觉得别扭，真不好看，知道吗？我真心觉得挺好看的。哪儿啊？这土了吧唧的。你这项链是在做什么？我为什么要跟你说？不是，谁会把这钻戒挂脖子上呢？这是代表你们俩的关系悬而未定吗？还不跟你讲了？不是，你什么时候戴上的？哎。你状态这样可不行啊！我还能怎么样啊？我觉得是自己把好事变成了坏事。这话怎么说啊？那天我要是不跟王总表白，我现在还能在他的身边，跟他一起并肩解决网络诬陷的问题。我要是不冲黄悠然发火了，他也不至于对我那么失望。我要是不听你的，拿两份申请让王总签字，那我也不至于突然变成策划二的人，就，哎呀，后悔死了都。好了好了，那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你现在要做的是接受现实，然后在工作上好好配合我，在生活上陪伴我。嗯，生活上陪伴你？咱不是闺蜜吗？如果你说我现在再交两份申请，一份是调出策划二，一份是调回策划一，应该来得及吧？你觉得这样调来调去的有意思吗？不是，你当是过家家呢？行不行，先试试嘛。你要是你去试，反正我不会签字。哎，你怎么能这样啊？我这是为你好。你刚逃离虎口，我怎么可能再把你推到火坑里去呢？我怎么觉得我逃离了虎口，我心里更难受了呢？难受不怕呀，咱们可以调整啊。怎么调整？老头，哎，茂哥，问你个事儿啊。啊。黄依然脖子里有一根项链，项链上拴了一枚钻戒，你有印象？
好像有吧。别含糊。有，我想起来了。嗯，你再帮我想想啊，他是一来公司的时候就带着呢，还是最近才带上的？不是，老哥，这我上哪儿想去？我不能成天盯着人女孩脖子看呀。茂哥，你最近有点怪啊。嗯，有吗？啊，你原来把工作看成命似的，你现在出这么大的事儿，你好，你这全心思你都惦记项链了，怎么就？哟，刚到一个部门就出双入对，这是你们梦寐以求的效果吗？还真被您猜着了，啊，这还得谢谢王总成全呢，是不是啊，麦给？客气。什么叫掉部门啊？麦克去策划二了？开会啊？准备的怎么样了？都准备好了，但是麦克还没来。哦，对了，说个事儿啊，从今往后麦克不再是咱们策划一的人。啊？哎，小鱼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王总，您刚才进办公室的时候，我问你我回来工作的事儿怎么办，你说好好 OK。 嘿，我那是同意你留下的意思吗？王总，你看咱们现在部门遇到了危机，我作为策划一的一份子，应该在这个时候回来工作。行行行，我太忙了，也顾不上你在这待着了，好吗？谢谢王总。开始吧。王总。哎，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去消费啊！一个女人不开心的时候，让她开心起来的最好方法就是买买买，这个我有经验。我不开心的时候，我当然男人和女人都差不多，花钱是最好的宣泄。哎，先不说你这方式有没有效果，但现在没下班呢。在公司我是副总，在策划二我是总监，你跟我一块儿出去，我看谁敢问什么。知道你现在还不适应，那是因为你在策划一没有这种待遇。现在好了，我要让你充分感受到在策划二工作的优越性，慢慢习惯就好了。走。你好，来，所有人看一下啊，散布恶评、抹黑咱们公司的这个人呢，在网上投放了大量的照片，这是其中一张。评论里说咱们一结婚礼收了人家两台投影仪的钱，可是从婚礼开始到婚礼结束只亮了一台。但实际情况是什么呢？这张照片啊是拍摄于婚礼开始之前，是咱们的工作人员正在调试设备，第二台投影还没来得及亮。那么顺这个思路啊，大家可以想一想，能在这个时间段拍下这张照片的人应该就是咱们的工作人员。不过呢，这张照片拍得太局部了，我没办法推断这是什么时候的婚礼，哪家酒店。不过你们仔细看那个摄影师的背影啊，我觉得有点像是从电视台跑出来干私活的周庆坤。啊，是他是他，他老跟咱们合作呀，而且这人挺老实的呀，那干这事图什么呀？你能让我把话说完吗？哎，你见过哪个摄影师拍照把自己后背拍进去的？真逗。来，谁帮我看一下他用的是什么设备？应该是索尼的 AX2000E。 嗯，现场有几个激光镭射球啊？一个。有几台电脑的图案灯啊？四个。行啊，有长进啊。现在我希望你们帮我找到的就是一场由周庆坤担任摄影师，使用设备是索尼 AX2000E， 现场只有一台激光镭射球和四个电脑图案灯的婚礼。我希望你们帮我提供出这场婚礼的具体时间和地址，最重要的是拿到这场婚礼的工作人员名单，用我的这种方法，你推导每一张照片，然后收集到每一场婚礼的工作人员名单。我相信不是谁都能每一场婚礼都参与的。找到这个人，他就是散布恶评的人。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干活。干嘛？这麦给跟了老大这么多年，跟黄依然吵回架，就被踢到策划二去了。这黄依然的能量现在够大的。依然，你师傅说你坏话。师傅，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依然，
难得翘班出来，就别这么闷闷不乐的了。最近发生这么多事儿，怎么高兴得起来？我上班这么多年，今年是最倒霉的一年。就那个黄依然，自从他来了公司之后，我就没再顺过。我今天能到这个地步，都是他害的。保持平常心，咱俩都是这行的老妖精了，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，就黄依然这点道行，闹不出一本聊斋来。但我怎么觉得他赢了呢？现在从策划一出局的人是我。别着急呀、啊，这才哪跟哪儿啊？现在你进策划二了，只要咱俩联手，在业绩上碾压策划一，那轻而易举。哎呦，你别给我提业绩啊，暂时没心情想那个。你想或不想，业绩上的比较都在那儿。从今往后，只要我们俩联手，他王茂就不可能再踩在我们策划二的头上，黄依然也不可能踩在你头上了。就剩这两样，咱俩就应该高兴。为什么不能撤销啊？啊，这都是恶意差评。图片，没错，图片是真的，但是那些差评里的事故全是假的呀。不是你管我要证据，你怎么不管那个恶意抹黑我的人要证据呢？天哪，图片倒成了他的证据了。哥们儿，我再跟你解释一遍啊，这图片充其量只能证明这是我们一结婚礼做的婚礼，知道吗？根本不能证明他说的那些事故也是真的。你赶紧给我撤销啊，要不然我告你。喂喂，真是。王总，又一条差评，你看。喂，哎，刘总，我说易德王茂啊。对，我找您就是那差评的事儿。哎呦，你们网站这帮人做事太不地道了，是不是？咱们合作这么久了，没错，图片是真的，但真的是恶意抹黑，那些都是胡扯的事儿。我跟几家网站都打过招呼了，对。什么叫人家撤你就撤？你都不能帮帮忙吗？你看，大不了我在你们网站多投一年的广告，好不好？喂，刘总，喂，刘总。哪儿啊？啊，这附近有一家养生会馆，我先请你做个 SPA， 放松一下。走啊，琢磨什么呢？刚才提到王总，我突然想到最近网络上这么多污蔑策划一的帖子，他肯定忙得焦头烂额呀。亏你还惦记他，王茂这个小没良心的，现在网上有人整他就是报。要不然我先帮王总把这个难关渡过去，然后马上回到策划二工作。这事儿不用你操心，人家现在有黄依然呢。黄依然他能把班上明白就不错了，还帮王总忙，那你就更不用操心了呀。有了这场危机，正好让王茂比较一下，你和黄依然在工作上哪个更重要。说的也对哈，让王总看看他除了发嗲卖萌还会干嘛。不管他们了，走走。我这是不是犯贱？嗯，你说这小周啊，生猛海鲜的追我，还犯怵。说这人不找我吧？哎呦，我这还有点空落落。来喽，来喽，来喽喂，来喽！是你啊？哟，那你这是盼着谁呢？我盼着谁呀？我谁也没盼，盼着谁呀我？哎，没看我这这么多东西呢，也不接一把。这是给谁买的东西？给你呀。给我买的啊！我现在就怕有人给我买东西。还有谁给你买东西呢？我们家茂啊。茂是个孝顺的孩子，不过呀，这些东西你还真得接着，这不是我给你买的。是你未来儿媳妇孝顺你的东西。
儿媳妇儿。小周啊，你看看，这姑娘心真细，买的都是有利你健康的，红毛药酒舒筋活血。这枣儿你看名字起的啊，好想你。哎呦，你说这姑娘啊，多孝顺呀，我怎么就没这么好呢？哎，你们家大头不是有女朋友吗？嗨，别提他那女朋友了，我估计他俩早就吹了。我们家大头要面子，所以没告诉我。哎，别瞎猜啊！这回可真不是瞎猜，那姑娘呢跟一小伙子约会，让我给撞见了。我给我们家大头打电话，他装的没事人似的。怪不得那姑娘有日子没去我们家了，估计是早就吹了。哎呦，现在这女孩啊，靠谱的确实少，你呀别往心里去。虽然我是大头他亲妈，不过这我得说句公道话，还真不能怨人家姑娘。你说哪个凤凰不想攀高枝呀？那小伙子哈，跟我们家大头一比，我们家大头确实差这一大截呢。现在这女孩啊，也不全这样，人就有女孩，没准人就看着大头这个实在劲儿。那我就借你的吉言了。嗯，你说你们家帽啊，多有福气呀、啊！有小周那姑娘上赶的追着。哎呦，追什么追呀、啊？我呀，完全都给想拧巴了。嗯，人哪是追王帽啊？那他是追谁呀、啊？哦，我明白了，他是冲着你来的。你看出来了？这还用看吗？啊，他又不是冲着帽来的，隔三差五的又到你这儿来献殷勤，他不明摆着就是想巴结巴结领导他爹，好让帽在公司给他安排点好活啊。我还觉得小周这姑娘人不错嘛，原来是无利不起早。哎呦，你说现在这女孩子怎么都这么有心眼儿啊？这根本不是冲着工作来的。那是冲什么？想跟您借钱。你这扯远了啊！不是跟您借钱，那是想跟你学琴，关爱空巢老人，感受点父爱，感动中国。行行行，我说咱能不能换个话题呀、啊？啊？哎呀，哎，董总，早知道这样，我就不跟您出来消费了。你怎么偷偷的把账都结了呢？啊？合着出来了大半天了，我一分钱没花出去。先别提钱的事儿，我就问你，这大半天过去了。开心不？你不提的话，我还真把那些不高兴的事儿。我要的就是这个结果。如果花钱能让你开心的话，那后半辈子我就为这一件事情挣钱，我也乐意。哎呦，你这话说的还挺让人感动的。但我怎么觉得我像傍了一土豪呢？不要用傍这个动词来侮辱我们之间纯洁的感情。你说感情的时候别那么认真行吗？我鸡皮疙瘩都起出来了。对待感情必须认真，何况是像我这种一次恋爱都没谈过的呢？从来没谈过。我信。你什么意思？没有啊。您这种优雅高贵的气质，那一般女孩见着肯定望而却步啊。雷哥，啊，咱俩能不能严肃地聊一次感情问题？嗯，你你会不会接受我这种气质的男人做男朋友？你笑什么？哎呦，我知道你想逗我开心，但也没必要这么逗啊。有那么逗吗？哎呦，眼泪都笑出来。好了，知道了，你的心意我明白了啊。你明白？当然了。因为你珍惜我这个唯一的朋友，所以想方设法让我高兴。但是我过去也是错怪你了，跟公司其他的人都认为你是个奸诈小人，但是现在越来越觉得你重情重义，
就是跟王总的表现方式不一样而已。别拿我跟他比好吗？不拿你们比较了啊，放心吧。走，咱们吃大餐去。吃什么？我要点一个油炸王帽。那我就点个红烧黄依然。就这么定了。喝点营养快线吧。啊，怎么样？有进展了吗？我们啊，已经按照您的布置逐一排查了，已经略见成效。哎，王总，咱们同行朋友发来好几条新的。我这儿都写的更恶心。我这也是老大。这么晚了，大家辛苦了，累不累啊？累。放心吧，肖总，我们不累，反正越干越精神。我们现在啊，就像是站在了拳击台上，我们对面的对手呢，身高和体重都比我们强大，就是一结婚礼。但是我们必须要击败比我们强大的对手，只有击败了他们，才能显示出我们的力量，我们才能够获得成功的喜悦。没错，肖总，过去在业内大家总认为我们地联比人家一级矮一头，现在就是我们夺回我们尊严的时候。你说得很好，但是你要记住，尊严不是我们求来的，是靠我们自己努力争取来的。今天是我们的一个机会，我们就是让所有的人看一看一结婚礼是如何店大欺客的。我们这么做不是为了恶性竞争，而是为了整个行业的正义。肖总说的对。你来一下我办公室。好。白天的那批消息做得非常的出色，真是辛苦你了。干着财务总监又兼着副总的职能，放心吧，以后不会亏待你的。肖总，您别这么说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一会儿呢，你把大家写的文章再好好的整理一下，集中起来发到网上去，这样可以引起所有人的关注，之后再让孙仲伟提供新的照片和线索。好，明白。我们就按这个模式，一波一波的把一结婚礼这些负面的消息全部都公布出去，让他们的人喘不过气来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老大，这网上的帖子也太多了，我刚整理出来一批，马上又更新一批。不过有一点能确定啊，他们的人手肯定比咱们多，咱们完全跟不上他们速度。不错了，这也算是一个进展，至少可以证明他们是一群人而不是一个人。行了，今儿先到这儿。调查室就这么算了。网上的恶评一波一波的往上涌，说明他们早有准备。目的就是为了把我们拖垮，咱们干嘛要中他们的圈套？让他们发，使劲发，他们发的越多，我们线索就越多。可是他们发的越多，对一结婚礼的声誉不就影响越大吗？别着急，等我抓住这个幕后黑手啊，不但可以风平浪静，咱们还可以利用他们先前的这些诬陷，给咱们的一结婚礼做一个更大的正面宣传。可是如果他们一直不停的在继续……哎呀，阿然，你就听咱们王总的吧，回家好好休息。等到明天给公司做更大的贡献，对吧？你就说你想早点回家睡觉得了，搞他妈义正言辞干嘛？说得我一身鸡皮疙瘩，哟，赶紧抖抖啊！小鱼，天不早了，让大头送你回去。好嘞，豹哥。哼，没事。大头，出来一下。等我，把车回去就行。没事。豹哥。怎么刚才乐什么呢？
我没乐什么，我就长这样。秦辉顶嘴了，今儿不用你送小鱼了。不，为什么呀？你看你刚才脸色变得够快的啊！我告诉你，你一趟一趟往人小鱼家跑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我跑怎么了？她没老公。什么？不是，我的意思就，她老公也不在身边。我作为同事首当其冲，我帮助她不对吗？好人好事，助人为乐，五讲四美嘛。那个小鱼，你稍等一下，我跟她说点事儿啊。马上，真的不行。稍等，稍等。哎，你等会儿啊，这五讲四美，你少跟我说。你首先对得起你是个单身男青年，他是已婚女同事，你没事琢磨人家，我就不怕传闲话吗？就算你是好心，哪天小鱼老公回来堵你个正着，打你都得活该的。他打我？嗯，我说谁打谁还不一定呢。呦呦呦呦，哥，我告诉你，我说没看见呢，我看见了，我你想怎么的？勇敢点告诉我，来说说。啊，反正我跟你说不清楚，你最近苗头不对。今儿特殊情况，让你最后一次送一趟小鱼啊！下不为例，你要有什么不服气的，回去洗把冷水澡，好好想想，你就知道为什么了。梦，我没错，反正我没错。我死了，先走了啊，拜拜。我请你吃夜宵啊，难得啊。你不觉得咱公司最近形势特诡异吗？那你去抱灯光买的大腿啊。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好人，行了吧？你想想啊，咱王总要是真让人给挟制了，咱能有好下场吗？再说了，王总人不错。你真不打算投靠新主啊？这么跟你说吧，东方版我是彻底给得罪了，现在大腿就王总这一条，我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真让人给打瘸了吧？反正我不管，咱们是一伙的，怎么着也得建立一个策划一的铜墙铁壁呀。你真打算大方一次？你这不看不起人吗？烤串、海鲜、管够，江小白随便喝，行了吧？得，你说的，走。没想到你这墙头草还挺仗义，有点良心。我就算再墙头草，那也分得清好赖人啊。那你想好了怎么帮王总的吗？我看你更关心他呀，你这回不是又看上王总这种荷尔蒙爆棚的了吧？你没事吧？说正经的呢，我走了。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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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说就急。坐着坐着。坐着，我是那种没事就请客吃饭的人吗？啊，你慢慢听我说啊。没有，还在加班呢。因为啊，有人在网络上造谣说一些婚礼啊都在欺骗客户，都没有做好事。是吗？那可真是够麻烦的。查出来是谁干的吗？还没有。不过呢，王总很聪明，他叫我们观察那个造谣者在网络上放出来的所有照片，从里面的人物啊、设备啊去推断出参加过这个婚礼的都是谁，那造谣者应该就是他。这王某还真是挺有办法的。不聊这些事儿了，有时间啊，你要注意休息，不要太累。改天咱们再出来放松放松。好，那先这样，拜拜。这么晚了，谁给你打电话呀？不会又是那萧然吧？对啊。怎么我说话都是耳旁风是吗？那你要是说的有道理，我才会听你的。行，我真管不了你了。那什么，你今儿回去好好休息吧。啊，你等一下不是要那个要做婚纱吗？哦，在造假方面你还挺认真积极的啊。我让你回去呢，是想让你收拾点干净衣服，明天带我家去。不用了啦，我想早点把婚纱做好，这样才能跟你一起好好筹备癌症新娘的婚礼。这话是你说的啊？嗯，等着。我们策划一啊，那是在明处，跟个靶子似的。这东方版，但凡使点坏招，咱谁都跑不了。所以这回王总跟他玩了一个，你爱怎么追着我打都行，
我撤了，不跟您玩了。你明白王总这回的战术了吧？看来这是他们老王家真传啊，打不过就跑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都分析得这么明白了，干嘛那么紧张叫我吃饭啊？你就不想想，这官大一级压死人，现在这东方白是真升上去了。王总有天大的本事，那不也得束手就擒吗？你的意思是，只要穷追不舍，就算是兔子也得被逮着？就是这意思。哎，你怎么还没走啊？杨总。啊。哎呀，那个恶意差评的事儿，虽然我不方便插手，但有点关注一下吧。怎么样，有眉目了吗？茫茫王海，一点点绿吧。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尽管开口啊。我不会跟你客气的。你俩就是……太晚了，我送我的手下回家。啊，赶紧回家吧。好嘞。那拜拜。哎。大家辛苦了，今天就到这儿下班了。肖总，我们不累啊，大伙正写得起劲呢。该干的事情我们都已经干完了，其他的就靠自然发酵了。下班。哦，那好吧，大家收拾收拾下班吧。王茂这头已经偃旗息鼓，策划一的人都已经回家了，看起来他们应该没有查出什么东西来。黄一然，他跟王茂一起走的。王茂说送他回家。送他回家，这你也相信？王茂现在已经不把你当朋友了，他跟黄一然肯定是有事情瞒着你。我现在啊，没有心情管黄一然这条内线的事情。我有更重要的事情。小文，有个事情呢需要你动动脑子，我想搞一个婚礼行业的高峰论坛，你看看该怎么办。你放心吧，我萧然要干的事情没有干不成。玉洁婚礼这件事情不结束，他们不会搞行业的高峰论坛，会主动放弃的。我接着跟你说啊，咱再见着这东方板，那还得跟老鼠见了猫似的，假装让他追着打，给打怂了。其实这是给王总拖出时间来杀他一回马枪，这样咱就算站在上风口。李大宝真是屈才了。别夸我呀。那你要是帮东方板出主意，你会怎么说？穷追猛打呀，绝对不给对方留下逃跑的机会。演得好，甲乙双方来回扮演，够厉害的呀。你这话我怎么听得不像好话啊？每个人都写自己的故事，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导演。不是我呀、啊、就是看来我对他太心慈手软了。不对啊，哪儿跟哪儿啊？我怎么不对了？我今天才明白，原来不是我赶得不巧，是对方躲得太早。我明白了，这是哪位大爷又惨遭您毒手了呀？你大爷！你就告诉我呗，这回高寿啊？你管着吗？你就看在我今天晚上给你掏了一晚上心窝子份上啊，你就跟我讲讲呗。先把酒满上。哎，得嘞得嘞。其实啊，他一点都不老，在我看来他就像一个大哥哥。我觉得吧，爱情这事儿就算了，不说了，说了你也听懂啊。别啊，你接着说，你教育教育我对吗？教育教育我。在我心里，爱情就是看见他你还是很想念他的感觉。我想想啊，这感觉我看人民币的时候
我就这么一俗人啊。你别说，你今天俗的不讨厌，这还真得感谢你给我上了一课。追就是要不择手段，我记住了。我算是明白了啊，我这口干舌燥的讲一晚上公司的事，你满脑子都是那神秘老大爷。得了，咱也别喝了啊，送你回家了。什么大爷呀？那明明是大哥，不是大哥，那是我爱人，是我爱人。服务员，结账，结账，结账，服务员。结什么账？我还没喝好呢，再陪我喝一杯。喝什么呀？王伯伯，昨天不好意思啊，让你跟王总为我担心了一整晚。来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哎，没事儿，只要能回来就好，啊。谢谢王伯伯原谅我。嗯。哎，赶紧吃，啊。嗯。嘿，你干嘛呢？赶紧吃饭啊！吃。我吃饱了。我去洗碗。哎，碗可不用洗。哎，你没吃鸡头，怎么就吃饱了？没有，我今天回来晚了，已经耽误了。我想快点去把婚纱做好。啊，那行，那你去忙你去。好，谢谢王伯伯。黑你这是看什么呢？看，这要有人在网上发恶评，黑我们公司啊！黑你们公司？那你报警去啊！得先找到证据吧，证明人是在黑你。想要个伴。